嗨，各位，我到南昌啦。咱们到南昌的第一顿当然得吃赣菜。我本来是想去吃一家比较火的馆子，但是他真的人太多了，然后我就问了我们群里的小姐妹，她给我推荐了一家他们南昌本地人经常吃的一家馆子。走走走。哎，有位置吗？我一个。我们来扫个码。我根据那个群里小姐妹的推荐，我们先点一个他们家必点的牛腩荷包蛋，然后飘香凤爪、油浸鱼、醋渍甲鱼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南昌炒粉，来个小份吧。好，就先点这些吧，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。这是一个他们家的招牌红烧鸡爪，这个鸡爪我一筷子下去就能感觉到它特别特别的趴。这一个是群里小姐妹强烈推荐他们家必点的荷包蛋牛腩。哇妈呀，这看上去就好好吃啊！尤其是这个荷包蛋，你看完全浸满了汤汁。还要来南昌必吃的甲鱼仔，我这一份的量真的非常的看，这一份只要68，我觉得这个物价真的绝了。然后这是一个油浸鱼，也是南昌的一个特色菜。然后还点了一份南昌炒粉，哇，这才是正宗的南昌炒粉啊！先来吃个他们家的招牌荷包蛋烧牛腩，他们家的牛腩都给的超大块了。而且这个牛腩非常非常的入味，就你一口咬下去，这个牛腩里面是会爆汁的，汁水全都炖到肉里面去了。又来个吸满汤汁的荷包蛋，来一个鸡爪，特别糯，特别趴，但是不至于到那种一抿就多骨，但是味道是好的。好，这个鸡爪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，它真的很好吃，这个鸡爪。红烧甲鱼，就我发现南昌这边的菜真的好实在哦，它不仅便宜量大，而且它里面这个肉啊给的都是超大块的那种，而且它这个甲鱼处理的很干净，完全没有那种腥味。再来吃一个油浸鱼，这个油浸鱼是我在做攻略的时候最好奇的一道菜。哇，它这个鱼上面的这个酱真的炒的超好吃，超有肉。它这个鱼肉是炸过之后，然后上面再浇一层特制的炒酱，这个鱼肉的肉质真的特别的嫩。来一个南昌炒粉，哇哦，吃过这一碗南昌炒粉，你就会觉得说你之前吃的全都是假冒的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茶叶粉的口感也超棒 ，Q Q 的弹弹的。哦，我感觉这碗粉都可以下饭，真超好吃。你好，你帮我拿一个大份的那个米饭。这个南昌菜刚开始吃的时候，你觉得还好啊，也就这样子啊。但是你越吃后面，它这个辣味就会反上来，但是它不会辣得你特别难受，就不会辣得你舌头特别疼。南昌的饭碗都是这种饭桶子。这个汤拌饭真的绝了，准确的说是每一道菜的汤汁拌饭都绝了。我感觉南昌菜的辣跟湘菜、川菜的辣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川菜、湘菜就是纯辣，但是南昌的辣它是辣中还带着一点辣椒的鲜，而且很神奇的一点就是，我现在明明已经辣的嘴巴这边都已经火辣火辣的了，但是我舌头不觉得疼，而且我觉得这个辣度完全是我可以接受的。我感觉这个油浸鱼看着是最恐怖的，但它吃起来是最不辣的。我喝这个绿豆汤不是吃辣了，单纯是吃热了。哇，真的好解辣。我感觉我今天这一桌能辣倒90%的广东人，能辣倒50%的江浙人。
直接拿这个油浸鱼的汤汁来拌饭。嗯，这个油浸鱼它是有一点点酸甜口的，所以我说它是这么多菜里面最不辣的一道。来吧，最后一碗米饭。就是光盘的一天，就只剩下底下的这些辣椒都没吃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儿了。来南昌的第一顿，开了一个好头，这家店味道真的很不错，而且价格也很划算。我今天点了这么多，才花了200多。OK， 那今天就到这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对，前两天我无意之中发现有一家面馆，他们家那个牛肉炒面真的巨好吃，巨好吃，所以今天迫不及待的就想把它分享给你们。路过一家面包店，顺路买点。老板，现在可以点单吗？我要一个生炒牛肉炒面，然后再一个三鲜面，然后再一个炒年糕吧。对，三份，然后在这儿吃。看老板在做面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这个面挖出去了。现在一个毛毛虫，我真的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吃过毛毛虫了。泡芙，这个泡芙真的有一个全部的味。然后就是一个小的米脆脆鸡，中间的这一个小动作像那种中药丸子。中间还有巧克力奶油。然后就是一个虾排糕。它的面包用的是全麦面包，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嚼劲。这个面包里面还加了这个鸡蛋美乃滋。这一碗就是之前把我一口惊艳到的牛肉炒面。这一碗牛肉的量给的非常的多，而且它这一个面是属于那种湿炒的，不是那种干巴巴的。然后就是一碗三鲜，它这个里面有这个蛋卷，然后蛤蜊、虾、各种蔬菜，什么茭白、豆干啥的。然后还有一碗炒年糕，竟然是一个牛肉炒面，而且这一碗牛肉炒面它的分量非常的足。这个牛肉真的好亮，然后这个面是一种羊肉吃的胃口，而且爆炒的很入味。一碗面牛肉给的量真的很多。那个蛋卷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咱们绍兴这边的朋友，我真的超级有一句想吃这一个蛋卷。最后再来一个炒年糕，它那个炒年糕是属于那种切加酱油的，就是雪菜、这个豆干，就是非常清淡的味道。
我跟你们讲，别的我跟你说，你看你爸就是正宗的手工牛肉，这才是说一口就可以吃出这个牛肉是手磨的还是机器做。那么请您到剩下的这个底都可以拌一碗米饭。那也是我。他们家的面基本上哈，在绍兴他们家是独一家的，因为别的面基本上吃不到他们家这个牛肉炒面。我觉得如果说姐妹们喜欢吃这个炒面，喜欢吃面食，真的可以来试一下。我觉得300块钱超大一碗，肉给的超多，这个性价比高。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我们，谢谢，拜拜。